是里面的重载地囊密集存储的这样的一个项目，这样项目的话主要是为了解决我们重货减少我们员工在库内的一个搬运的这个痛点。这个二维码的话是给我们的重载地囊提供的那个路线指引，就像我们的那个汽车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这样的一个道理。最近的话也是我们31备战的过程当中，整个订单然后来的都比较凶猛，我们现在已经是春宵两班，在作业保证客户的一个订单的一个突破。